个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仁陈慧田。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独挑大梁主持选秀节目，我要唱好歌。这个节目非常重要，所以我要说三次，我要唱好歌，我要唱好歌，我要唱好歌，而且我很紧张。幸好还有导师团陪我，请看陛下。我要的是会唱进我心里的声音。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。女孩，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，感觉可以再好一点哦。他总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想着你的感觉，犹如风的坚决。离开我，你从不曾觉得遗憾。对了，我要的就是这把声音。再见了，恋人。Goodbye, my love。也是有不讲的。晚安，爱人。做人那一块倒是有出乎意料的，而且有些还蛮新鲜的，就在曲风上去会比较多西方曲风的元素啊，甚至一些 K-pop 的元素。深刻的有一首叫做《你是因为我是我而喜欢我吗》，它是好的一点是它是有一个可爱的地方，可是如果在专业写词上，我们就是不会这样写，太啰嗦也太没有点。我要的是有感染力的音乐。失忆了吗？你究竟有完没完？哭回自己悄悄寂寞。音乐就是要有张力。耳朵被音乐塞满，漆黑片的舞台。今晚的音乐让你觉得自己在出发。我要的是有故事的歌手。Truth is hiding inside. OK， 真的要睡着啊？生命因为有你感到清醒，因为是你。每当旧木的花蕊自在手坠 ，Sorry 啊，逃不到。第二首了，然后改掉那个了，好吗？我觉得还会有更好的作品。情人只是争吵，还能道歉和好？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这样的音乐才有影响力。还想你知不知道，我对他多么好？我要好声，也要好歌，我要唱好歌。呀，他们就是我们的导师。下一个还有谁呢？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，我先走了，下回见。